打劫，不许动，不许动！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趴下，趴下，别叫，别叫，别喊，别叫，别喊，别叫，别喊，打死谁！你过来，都给我老实一点，老实点！别喊，叫！你快点，快快！给我老实点，快点！动过去，快！别叫，快点！别叫，注意动！好了没有？快，快，快走，快走！撤，趴下！快撤！快，快，快，快！安老板，妈的，我饶不了他！关键这小子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偷了我的珠宝。我叫他不得好死，老板，那我回内地把他抓回来吧。你说的轻巧，内地的警方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，捉拿逃犯，追缴珠宝，我们去不是送死吗？那怎么办呢？您说怎么办呢？就眼看着咱们白干一场吗？现在只有用杀手锏了。大陆的公安可不是好惹的呀。怕就怕杀手锏一过去就被跟上了。有一个人能做杀手锏的挡箭牌。谁呀？你过来。哦，妙，实在是妙啊。这叫声东击西，牵着大陆公安的鼻子走，这笔珠宝就能完璧归赵。不知这个人听不听我们的招呼呢？我自有办法叫他就范。本月十三号发生在香港弥敦道上的金铺抢劫案，香港警方请我们协助破案，还要求我们追缴所有的赃物，追捕罪犯。那他们有没有提供劫匪的资料？有没有发现什么线索？现在还没发现什么线索。管建，人呢？干嘛呀你？吓死我了！谁让你他妈进屋的时候不打信号呢？一紧张给忘了。哎，咱们干嘛住这破地方？这地方安全，刚才我给房东500块钱都搞定了，住一个月都没问题。你看这里的地形，只要往这一钻，就像鱼游进了大海，就算上来一两百个警察也没问题。况且这里买什么卖什么都很方便，你还怕我们的东西卖不出去吗？嗯。这个案子很棘手，大家有什么高见？嗯，哎，随便说说嘛。我觉得啊，劫匪既然跑到我们这边来，必然会就地销赃。哎，你怎么就认准了劫匪一定会就地销赃呢？因为这里是全国最大的珠宝集散地，有极为隐秘的地下黑市场，便于销赃。那人家就不会带着珠宝逃到国外了？不可能。如果劫匪要逃到国外的话，为什么不从香港出境，非要费那么大劲先偷渡到我们这边来？依我看，
从这边出境不比那边容易吧？哎，那劫匪会不会逃往其他城市呢？这不可能，带着那么多珠宝要远走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嗯，老林的话很有道理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哎，我们能不能扮成珠宝商人，等他们销赃的时候我们人赃俱获？好，这主意不错。这任务交给我吧。你？嗯哼。哎，怎么着，怕我装不像珠宝商人吗？嗯，有一个人嘛倒是很合适。谁呀？咱们的顾问魏佳琪同志啊。啊，就我老伴的呀，那哪像卖珠宝的呀，就跟卖红薯的差不多。其实重要的是老处长经验丰富，这个任务很重要，非他莫属。哎，组长，那我呢？嗯，我们其余的人呢协助魏佳琪同志破这个大案。嗯。哎，肯定是婷婷啊，又让你回去布置新房了吧？不是。啊？不是婷婷，姓叶的小姐约我1点钟见面。哎，梁哥真有艳福，我怎么没有接受过小姐的邀请呢？啊？啊？哟，梁哥想入非非了吧？啊？少平，小溪，叶小溪，我还以为你早不认识我了呢。哎，坐。户籍上只说叶小姐，我还不知道是谁呢。我就是故意不留全名，考考你的记忆。10多年没有音讯了，是吗？那自从分开以后，哎，你怎么知道我的户籍的？我有那么多老同学在这儿，一问就知道了。哎，服务员，麻烦你2杯咖啡，1杯加糖，1杯不加糖。好的。对吧？习惯还没改吧？我说，你还好吗？怎么说呢？又好又不好。啊，小姐先生，你们的咖啡。谢谢。你还住在印尼吗？不一定，前2年住在香港，有些生意。你现在是大老板了？什么大老板，小老板的。
哎，抽烟吗？谢谢。在我的印象里，你好像从来都不抽烟的。现在总是熬夜，靠它提提神儿，其实也没什么瘾。你呢？现在是警察？怎么，做警察不好吗？啊，不，蛮好的。我还记得小时候，阿伯特，他现在好吗？从去年开始一直身体不好，现在还在医院里边。现在怎么样？没什么大问题。我记得小时候阿伯特总拿那么长一根棍子专门打我的屁股。那是因为你偷吃我们家荔枝了。说实话，我常常想起他。就想他吗？你太太呢？做什么的？怎么说呢？我现在还没成家。哎，你呢？我是人在江湖，四海为家。这么说你以前是有一个家，不过解体了。我在这儿见到你，是不是在提醒我们还有一个机会？你不也是独身一个人吗？我要结婚了。小西啊，这次回来是旅游还是做生意呢？可以说跟做生意有点关系。好，那你能留多久呢？这说不准。是吗？也许很快。喂，少平啊，在哪儿呢？就在楼下，那还不快上来，打什么电话呀？快上来吧，这新房可是咱们俩的，总不能老是让我一个人收拾吧？什么？让我下去？干嘛？拍结婚照？真的？哎，马上来啊！真漂亮，婷婷。来，让我好好看看。嗯，不错。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大侦探星期天也有时间休息了。我呀，两个小时的假，今天一定要把这事办妥。嗯，咱们再去看几家，好吗？哎，我觉得上次那家就挺不错的。上次那家啊，再看几家吧。好吧。哎。什么呢？哦，从香港过来两个劫匪，也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了。嗯，走吧。少平。嗯？那两个劫匪怎么会藏在你楼里吧？生气了？好，好了，好了。婷婷，我不管了好吗？你心里只有案子，还能装下别的？谁说的？今天就是有天大的事儿，我也不管了。真的？嗯。好，我们走吧。嗯。欢迎光临，请这边看一下。哎，谢谢。好的。哎，你看。好。哎，婷婷。啊。你看这件白的怎么样？好看吗？这件不错，好看。哎，这件也不错啊。这件啊，怎么样？好看吗？哇，这件好漂亮啊！
小姐穿起来很像电影明星啊，要不是梁先生梁太太亲自结婚，一般是不会拿出来的。好像有点土啊。是有点土。那我再换一件。哎，换一件吧。好。哇啊，这件更漂亮了，这是我们台湾一个著名设计师设计的。哎，据我认真统计啊，穿这件衣服拍婚纱照的人从来都没有离过婚的。你可真会说话啊。你看怎么样？婷婷，太暴露了吧。你还那么保守啊。那我再换一件。是有点暴露了。婷婷，快出来，我不能拍了。婷婷，你快点。哎，婷婷，怎么了？又有事儿啊？婷婷，不能晚点去吗？不行，是紧急任务，我必须马上去。婷婷，对不起。那你去吧，如果有行动一定要小心。嗯，从今天起你要记住，从此以后你不是自己一个人了，你要对我负责。你去吧。婷婷，对不起。嗯，红，这条领带可以吧？切，太老土了。哎，你那条呢？在那儿。来来来来，换上。嗯，别动别动。嗯，哎呀，你慢点。好好好，你要把你老爸勒死啊！好了。啊，嘿，哎，不错啊，红，看，像个大老板吧？什么大老板呢？我看呢，活像文物贩子。哎，这就对了，倒卖珠宝和文物贩子还不是一码事吧？来来来，穿上这衣服。哎，好。哎，来来来，站远点。哎，怎么样啊？嗯，来。嗯，哎，这还差不多，至少年轻10岁。那当然了。哎，那。就赶紧给我找个后妈吧。嘿，你这个丫头啊，喂，别把你老爸往火坑里推啊。切，少来了你啊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，成天跟隔壁那个张姨眉来眼去的。哎哎嘿呀，你这个丫头。哎，红啊，啊，你可不能乱说，人家张阿姨40多岁，丈夫因公殉职，一个人带着孩子苦撑苦熬10几年、嗯、容易吗？那我们就要尽量帮助点儿。哎，要帮助。嗯，反正啊，我是一句话，只要你老人家相中谁呀、啊，我保证痛痛快快把你嫁出去。你这个丫头，啊，我知道了，你呀、啊，为什么想把我扫地出门？哼，原来你想，霸占我这套房子。什么？你也太小看你女儿了吧。哦，我连个有房子的老公都找不到啊，那还是你女儿吗？哎，你这可是思想问题啊。什么？那你是找房子呢还是找老公啊？嗯，都找。哼哼。哎，啊，有人叫我了，我走了。哎，慢点啊。嗯，好啊，再见。老爸，慢点啊。啊，行了。
钱世明，到。我今天来，是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。又问我什么呀？你给我说说地下珠宝市场的所有买卖。怎么总是找我呀？废话，查销赃的门路不找你这个贼头找谁啊？说。哎呀，该讲的我都讲了呀。小黄鱼啊，大臭虫啊，李秃子呀，张麻子呀，我就知道这么多。那么大的市场，我哪有本事罩得住啊？你听着，钱志明，你知道王芳到底的后果吗？哎，你们抓错人了，我只是个小不点儿。哎呀，好。钱世明，等。我说你挺有本事啊，有人愿意拿钱保你出去。哼，下次别碰到我枪口上，否则。你说有人保我出去？这一次算你走运，下次我找足了证据再逮捕你。带走。走。哎，老爷子，待会儿就按计划办吧。嗯，到时候机灵点。嗯。你是钱老板吗？你是谁啊？我们老板想认识你。你们老板是谁啊？请吧。哎，请吧。哎呀，钱老板，来来来，请上车。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哎，来上车啊。啊，哎，来来来来，阁下是谁呀？为什么救我？我钱某是不想受人不白之恩的。哎呀，钱老板好个性啊，我找你是想请你帮个忙。找我帮忙？哦，委屈你了。等一会儿找个地方给钱老板压压惊。谁不知道钱老板在这里呼风唤雨啊？钱老板要是跺跺脚，连珠江都要发抖啊。到底什么事儿？好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香港福来珠宝行有一批货被店里的两个伙计给拐跑了。你肯定他们在这儿吗？这个不会错的。我也知道钱老板你和我一样不打无准备之仗，否则我也就不会来找钱老板帮我这个忙了。你可别给我扣高帽子了，杀人越货的事儿我可不干。哦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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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只要在他们出手的时候告诉我就行了。啊，好处嘛，我给你货额的20%，怎么样？30。30？哎呀，25怎么样？30。好，30就30，我就图个痛快。给，这是照片。香港有个许三阿叔，老板认识吧？你说的是荣达行的许三阿叔吧？哎呀，哪能不认识的，我们是老朋友了。他家可有条狗，真厉害呀，听说是从西藏弄来的，叫什么藏獒。他哪有什么藏獒啊，他只养了一条英国的牧羊犬。很好，老板，这生意我做了。好，
那我就等着钱老板的消息了啊。老爸，老爸，找什么呢？当年我和你妈结婚的时候，你姥姥送给我一个戒指，可这些年我没把它当回事儿。可书上说这叫什么祖母绿，价值连城的。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？废话，你还没出世呢。老爸，等我结婚的时候准备送我什么呀？那等你找到老公再说吧。哼，那还不好找啊，分分钟喽。那是我的，看看钱老板有什么消息。张小姐，我给你买了一条鱼。请抽时间过来拿。老爸，这张小姐是谁啊？你想哪儿去了？是隔壁的张阿姨。坐。先生要些什么？小姐，给我们来三杯啤酒。好的。这小子怎么还不来啊？请慢用。你好。两位好。抽烟吗？不必。王宪哥，开个价吧。700万怎么样？700万？哄小孩子呀？这批货值3000万。就是700万，我们也要四处筹钱呢，哪有这么多现金呢？我要美元，100万美元。我们一时筹不到这么多钱呀。给你2天的时间，不要让我等，我没有耐心。那好，我们在哪儿碰面呢？到时候通知你。老板，老板，黄金客来了。叫他进来。王剑客，你今天给我带来什么消息啊？对方开价100万呢。什么？才100万？100万？王剑客，我看你得改名了，叫王八蛋。把价压得这么低，存心叫老子喝西北风啊？100万美金，100万美金，这还差不多。这样你也好从香港的老板那儿多提成一点啊。提成？拿30%就想捆住老子的手啊？做梦去吧。老板，老板呐，别怪我恩将仇报，傻子也会吃嘴边的肉。给他打个电话，2天内准备300万美金，然后带钱来提货。我知道了。
小心。哎，给我。甜甜。嗯。上次拍结婚照的事儿。那个事儿啊，不着急。结婚照是咱们一生中幸福永恒的瞬间，等你办完这个案子，我们再去拍。到那个时候啊，你才能真正开心。是。谁啊？少平。哎，小溪，你怎么来了？按你说的地址很好找，我可以进去吗？啊，进来吧。柳小姐，不，梁太太，你好。啊，甜甜，这位是叶小溪，叶小姐。叶小姐你好，我听少平提起过你啊，来，快请坐吧。哦，不用了，我说两句话就走。既然来了，就请坐吧，我去给你倒水。哎，坐吧。好。少平，你这房子布置得很不错啊。哈。来，请喝水。谢谢，谢谢啊。那天见到你以后，我回房间想了很久，最后决定还是来一趟。老实说，我是来看梁太太的。这件小礼品是我的心意，请你不要拒绝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我不能收。收下，收下吧。如果梁太太不介意的话，这是送给少平的。小溪，这。这不能收。你听我说，听我说嘛，我不是夸父，项链、金笔、打火机，这些啊，就是再值钱也是有价的。人世间，只有情义无价。真是不好意思。如果你们不收下，就是不领我这份情了。收下吧，这也是我对你们的祝福，祝你们白头到老，幸福终身。那谢谢你了。来，我帮你戴上。这。来，我帮你戴啊。好看吗？哎，梁哥，嗯，你看这有问题吗？咦，梁哥，鸟钱换炮了，还镀了金，蛮高档的嘛。哎，你也开始高消费了？哪儿呀，我哪买得起这么高档的东西啊？老朋友送的。诸位，诸位，有新情况了，我爸刚收到传呼，今天下午6点钟交货。地点？西菜园出租村。那地方可够复杂的。我们现在就去摸清周围的情况，大家要注意啊，我们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呢，要分批进去，注意隐蔽，明白？哎，新郎官其实可以不去啊，让新娘子多担心呢。哼，等你结婚的时候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你错了，等我们那天的时候啊，我们一定要找一个清静的地方，谁也不请，谁也找不着，对吧，红红？做梦去吧你！这叫白日梦。你才白日梦呢。老爸，啊，我走了。老爸，你要当心啊！瞧你这个样子，好乖的。你老爸没事的啊，放心吧。啊，哎，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，这房子归你啊！哎呀，不许你乱说！你不撵走你老爸了？老爸，我爱你。放心吧，我走了啊。喂，哎，听着，哎，考验你的时候到了，哎，好好保护我爸。哎，绝对没问题，就当你爸是我爸。少贫嘴吧你，快走吧。哎，拜拜。好了啊，再见。再见。回去吧啊，我没事的。再见。再见。老爸，你多保重啊。
哎，在哪儿？你不许跟着我。啊，好好好好，什么意思嘛？随俗嘛，啊，算了，走。注意，老猫距拐弯处还有50米。继续监视。是。怎么样？有没有新发现？没有发现什么。电脑显示老猫正在那一带，就在那儿。疑犯已经出现了，大家注意监视。怎么还没到？马上就到了。哎，我帮你提着吧。哦，不用不用。走吧，走。啊，这边。还没到。啊，到了，到了。来了。盯着那个拍照的，我们几个按原计划执行。好，组长，组长，看看吧。什么？啊，钱呢？啊，在这儿。看，那货呢？马上就到。喂，钱到了，把货带过来吧。三号、四号注意。收到，请讲。行动要隐蔽，等目标进去之后立即行动。明白。注意观察，其他人跟我走。是，快。是。
赶快出击。明白，走。往哪儿跑了？那边。好。不许动！举手。走，别动。上面有人打枪，快去看看。是。队长，杨局长，情况就是这些。嗯。这个管建是个惯犯，据我们了解，他是相当狡猾的。嗯，我知道了。看来。这个隐形杀手抢在我们前面杀死了这个小胡子。嗯，局长，这事都怪我，当时只顾了拍照，根本没想那么多，还以为是小胡子他们派人监视老处长呢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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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教训嘛应该吸取，更重要的是下一步应该怎么办，马上把这个画像分发到各个派出所和分局。嗯。